2016年9月，团结香港基金举办创科博览2016，博览会为期8天，现场展出了包括中国航天及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50项尖端科技项目，给香港人提供了亲身触摸认识国家科技实力的机会。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希望香港人对国家要认识更多，香港人应该知道一下现在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势头了。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呢，我们都应该很骄傲啊。那么有些年轻人要他们去学看看了以后呢，他们自己也可能会有心里边带动了他们的创意啊，去内地去发展也可以的。